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 是这个向量，B 是这个向量，那么它们的夹角是西塔，那 sin 西塔等于多少？等于多少？我们先把它的 cos 呢，把它给算出来。哦，这个是，A 到的 B 哈，A 到的 B 的话呢，一乘这15哈，加上零，哦，四乘零是零，等于多少？等于 A 到的 B 啊。那 A 到的 B 是等于 A 的大小，A 的大小是多少？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该根号，这是五了。它，乘以多少？这个大小也是五，cos 呢，西塔。所以哈，五一五，五三十五，cos 西塔呢是等于3%的。哦，这个是等于 r 分之 x 的。那 sin 呢，西塔。是等于 r 分之 y，这等于多少呢？五分之 y 的话，就是根号 r 平方减 s 平方，五的平方减三的平方，开根号是4啊。哦，这个在第一象限，所以是正的嘛。所以 sin 西塔呢是等于五分之4。